没事来安岗转转，好久没捡过香枪了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给安排一下。直接打个滚下来，拿到一把 UMP45， 先开几枪吓吓敌人，告诉这里是谁的地方。算了，直接冲过去，今天就刚一点。 Nice， 既然刚一点，那就直接补了，不能留下活口。前面好像还一个，完美，下一位下一位。呀，这不要脸，他举着手机过来，自己留着吧。看看，这就是没充钱的下场。我去，打优一了。真港今天是有多少人？ Oh, no. 直接先拿下补点装备。走，继续下一个，又是面对面的，完美。但这个名字怎么听有点熟悉？不管，没装备了，只能先对你下手了。果然够飞，刚才还顺手拿了一个 M24， 所以就把 UMP45 退休了。那还有，现在这名字呀，动不动搞得就像个主播似的，真去看的时候基本找不到。为了钢枪，我都把 M24 丢了。这边一个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给跑。走，你前我后，一起冲。成功拿下 N 岗。喂，光子，马上就充钱，能不能送我到学习圈附近？呀，既然送到了这里，那刚好，告诉你们一个好位置，从这里跳到房顶，然后再跳到这里。呀，看到一个坑头，等下过去捡，从这里然后就可以爬到这个上面了。这里视野开阔，吃嘛嘛香，空气还新鲜。韭菜圈在这儿还可以躲一下，但要注意四周的情况。先去捡个坑头去，爬去吧，看看有啥东西。嗯，怎么是二级头二级甲？不是你捡的坑头啊？不好意思，打错了。那就再去捡个压惊。那吉利服配 WM， 好久都没这么肥过了。看来这把稳了。先回刚才光子把我送到的地方。嗯，刚才走的时候不是明明没车，怎么突然多了两辆车？肯定有人过来了，应该在房子里。我去，怎么在这儿？咦，还得厕所，不看你出来不出来。嗯哼，哎，拿错了，哦，我错了，哎，一万一万，不过还是成功拿下了。没想到这家伙还有 AWM， 这边房子里进去一个，来吧，让我打一枪。嗯哼，完美，这也找不到人了，先跳个舞，看看能不能吸引一下敌人。好像没人，嗯，上钩了，还想跑？拜拜，那好像没法补了，那也不能亏呀，把你车胎给卸了。走，开车找人打去。完美，就还剩下一个了，先把枪给收了。他要是投降的话，我们等一下直接把机让给他。要是他开枪，就不能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这家伙到底在哪藏着？怎么还不出来？我去，这是你自找的。趁着他正在打队友，偷偷绕到后面给他拉一锅。Nice， 成功第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